为了这一次周年庆呢，我们今天要介绍这周年庆的主题呢，我还特别去出了外景。什么？对，我要现场要让大家感受一下现场的氛围嘛。不过呢，要出外景之前，要进 VCR 之前，我来问一下现场的女性们。是，待会我要带大家去逛，就是我自己本身的职业专业，就是保养化妆品这一块。有没有什么想要买？有没有人想要试试看的？因为真的很厉害，我才会特别去出外景。有没有？对，我可以吗？可以，因为我第一次遇到 Sam 老师。是，那就待会就是婷宇嘛。好，我可以吗？你也可以啊，不要吧，我可以啊。没有没有，人数满了，人数满了，一个就满了，满了满了。那待会就是婷宇，那待会呢，我们来一起跟着我一起去看一下，就是呢，在日本跟台湾已经销售超过2000万瓶的保湿小凝露，很厉害。Hello， 大家好，我是盛老师。周年庆的战场呢，不是只有在百货公司，在药妆店呢也有一波的激战。什么激战呢？就是有超级无敌多的优惠。所以在今天要跟你说呢，你平常有在使用的保养品，在周年庆的时候呢，就要好好的把它囤起来。今天呢要跟大家讲，在周年庆的必囤的最佳肌肤的保养圣品是什么呢？走。就是这一瓶来自于日本的保湿小凝露，而且在台湾跟日本已经销售超过2000万瓶呢。所以你在洗完脸之后，只要擦这一瓶就可以抵掉你全部的保养程序哦。而且它非常的厉害，它已经连续8年呢得到全世界的金赏奖，等同于金马奖的最佳女主角的地位哦。所以这个保湿小凝露呢，你在洗完脸之后呢，只要用这一瓶就可以解决你化妆水、精华液、乳液、乳霜还有面膜的所有功效哦。而且它的设计非常的贴心，你只要呢一瓶的压头这样子压下去一下，就是你全脸的用量哦，而且可以让你的肌肤呢维持到一整天的保湿水润感觉。有看到吗？是凝露的质地耶，然后你就要轻轻推开，就化成水的感觉。为什么那么厉害呢？就是来自于日本的美肌名汤的出云玉造温泉水，真的好水润哦。而且啊，跟你说，还有这一款就是呢保湿小凝露的限定瓶，你有没有看到上面的图案超可爱的？因为它里面有66种的奢华的美容保养成分，上面就有这些植萃成分的图案在这上面哦。而且如果想看到本尊的话，赶快来到药妆店就可以看到这个超级无敌可爱的限定瓶，因为全台只有限定1000瓶哦。而且你知道吗？优惠真的太多了，如果你买到一瓶呢，就可以呢有不同的优惠之外呢，2瓶还有送这一瓶哎。有看到吗？小瓶的保湿小凝露，如果你买3瓶的话呢，就送越大瓶哦。所以呢，越买送越多，赶快呢把它囤起来，赶快跟你的好朋友、好姐妹去分享吧。有没有刚刚看到那个 VC 啊？对，哇，你看又发现那个药妆店的氛围也超棒的，太好买了，而且好多东西哦，而且包括你去结账的时候，旁边还有好多加购，对，优惠满满。不过呢，我今天带来的这一个呢，就是在日本跟台湾呢已经销售超过2000万瓶的保湿小凝露，就是这一瓶。这个都老师，你真的太客气了，这么多瓶，那是好像一人一瓶的感觉，一人一瓶，这个都是我带来的。我跟你说，而且呢，还有这一个，就是它里面有它的成分的插画的限定版，上面就有它本身就是这些成分的这些植萃的画在上面，这个是限定版本哦，超可爱的。我来先帮婷宇的脸呢测它的保湿度。看它的水分、油分是多少啊？还可以啦，有在保养，有看到吗？有没有？38，中间的是油分，最上面那一排是水分。是。不过它的笑脸在下面并没有到很完整的大笑，就算中间没有笑开啦。对对。那接着呢，我们就来用刚刚讲的这个一瓶压压的这个保湿小凝露。那它使用的时候非常的方便，它就是呢按压都已经定管了，等于说你压一下就可以在白天。那如果夜晚的话，你可以压到2下，因为它这一瓶是 All in One 的保养品，结合了化妆水、精华液、乳液、乳霜跟面膜的功能，大家看到，你有发现它这个水分很够，有没有发现？对，它是凝露的质地。不过呢，像水。对，我在脸上轻轻抹开之后，它就化成化妆水，瞬间会渗透到皮肤的底层。因为这个水分是来自于哪里？是来自于日本呢
保湿排行榜保湿度第一名的出云玉造温泉水。对，那这个出云玉造温泉水就是来自于日本的岛根县。这个岛根县呢，其实它就是出美女嘛。为什么出美女？本身呢，因为他们水质很好，水质太好了。而且这个出云玉造温泉水呢，那些日本的女生去泡完之后就说，哇，我好像泡在满满的超强化妆水里面的感觉。对，那因为这个出云玉造温泉水啊，本身呢，你在皮肤在作用的时候呢，它可以帮你皮肤做到第一个当然保湿，第二个它可以帮你做到微量的角质代谢，当然还可以增进你皮肤的弹性程度，等于说你的皮肤就会满满的保有满满的大量的水分在里面，所以这个出云玉造温泉水在日本呢也是保湿度排行榜第一名的原因就是这样子。是，然后你看我这样把它擦上来，那刚刚是不是它是凝露的质地？对。不过呢，我一擦了之后呢，你会发现它会转换成化妆水的渗透，对，就直接渗透到你皮肤的底层，那反而会让你皮肤因为干燥的状态呢，把水分牢牢的锁在你皮肤里面，不会流失掉。那因为它本身这里面呢有添加66种的奢华的美容成分，包含了超级的很棒很厉害的保湿功能，就是玻尿酸，还有超级的胶原蛋白，神经酰胺，那还有包括维他命 C， 很重要，都有在里面。最在乎的耶，对，这个奢华的美容成分，它就会注入到皮肤的底层。那你看我在讲的过程，其实你会发现庭云这边的脸的皮肤，它已经满满的去吸收进来了，就是可以轻轻的把它推开上来，有一边有活水的感觉，好明显。你看这个地方有活水的感觉，比较蓬，比较蓬，有没有发现？然后包括眼睛周围这边，我们现在擦完，对不对？接着你眼睛周围都可以轻轻拍上来，它是你一瓶连眼周都可以用到的，是，对，皮肤就会变得比较 Q 弹，因为它是24小时帮你助你把皮肤的水分牢牢的锁在里面继续作用的，而且它里面是8大无添加，所以呢，你一瓶家里的大人、小孩、孕妇全部都可以一起使用，是，大家都能用。对，尤其是说有些人现在不是大家可能很流行国内轻旅行嘛，带一瓶出去，老公也可以用，老婆也可以用，小孩也可以用，不用带大大小小一堆，有的没有，那也不会过敏，就是因为它本身就是8大无添加嘛。那老师，我要去哪边买会？那你刚刚有没有看到我 BC 啊？有啊，我们如果去那个，对，如果我们去橘色的药妆店里面，现在就有优惠哦。优惠是什么呢？就是呢，因为我一次就买了很多瓶，对，那我因为它有送小瓶的，是，所以如果我一次买3瓶的话呢，等于可以省了660块钱，好，三瓶，包括限定版也包含在里面，是，我也可以3瓶都选限定版也可以，是，然后接着呢，我买3瓶是不是我就会再送一瓶大瓶的一半，就是这个容量，你看，哇，这个旅行很方便，对，那如果我今天只是买2瓶的话，我就会有在这一瓶的一半，你看这样子，哇。来呀，所以呢，我一次就有这么多，所以你就这样买，好聪明。所以我每一瓶都想要，因为全脸可以用，大人小孩全家都可以用。是。然后接着呢，因为其实有些人会觉得说，老师我就很不想要出门呐，我要去网络买，我想要网络，我想学习。同样这样子的优惠，在网络也有同步进行，好棒，很棒。那我们现在让它整个完整吸收，我们在测同样的位置，在这个地方嘛，看它的变化是如何。多少多少？你看它的水分飙升到49了，太厉害了，38吗？我的油水平衡了，那接着呢，我的脸原本是没有笑的，现在变笑脸了，真的没错哎。而且啊，老师刚刚不是讲了吗？网络上买，我们不是要去找一个有桃子的吗？对，哦，是不是？到桃子那边买，我跟你讲更厉害。对，有桃子的，就是2个英文字。所以啊，你知道去那边买3000，你就可以送限量的小礼物。对对对对对，这个还有送限量的小礼物，在那个桃子的那个网站里面。没错没错。